今日我哋为大家介绍一个香港食肆嘅搜寻器，友善香港好餐厅。咁呢一个搜寻器同一般嘅食肆搜寻器有啲咩嘅分别呢？咁而家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当你click入去呢一个友善香港好餐厅嘅 apps 咧，你会发觉我哋有几个选项嘅。其中一个咧比较特别啲嘅选项咧，就系依友善类型。究竟咩叫友善类型呢？其實就是按照大家一些的無障礙需要，我們幫你們就分類的，例如一些輪椅的需要，攞拐杖，視力聽力不是那麼方便的，或者有些無障礙的廁所和一些無障礙的泊車位，按照你自己的需要，你按進去之後就會有一系列符合這些有提供這方面的無障礙設施的餐廳的名單就會見到的了。當你click入去餐廳入面嗰個嘅版頁咧，你會見到餐廳嘅基本嘅資料我哋有提供之外，你會發覺咧最特別嘅我哋會有一個嘅友善指數，就係頭先講嘅按照佢嘅無障礙方便嘅程度，我哋俾一個嘅評分佢。咁另外一個咧，我會建議大家去睇咧，就係當你想知道呢間餐廳個無障礙設施係點咧，你可以按入去照片嗰度。咁我哋可以咧睇入去啦。例如咧，我哋嘅照片咧，其實係針對住個環境，譬如個通道夠唔夠闊落啦，或者呢個嘅台下面夠唔夠足夠嘅空間俾輪椅可以進入啦。當然食物我哋都會有，咁例如呢一個嘅有冇電梯嘅需要啦，入邊嘅空間夠唔夠寬敞，可以容納到幾多嘅輪椅可以使用啦。如果大家想再知道咧多啲有關呢間餐廳一啲嘅無障礙設施咧，其實你可以咧。再向下面看到一個呢我們特派員的報告，那裡面呢就會有很詳細的文字資料話到給你知這間餐廳它無障礙設施究竟那個的程度是怎樣。那如果大家想再知道呢多少少關於這個的 Apps 的參與團隊，其實你可以去友善眾團隊這裡呢就會有一系列見到我們參與的團隊，甚至乎是我們一些訪查的標準，那你可以有興趣的時候呢就可以入面看了。咁而家你哋快啲 download 呢個 apps 去用啦～